张小姐，呢度50万。我借钱嘅事咧，冇人会知噶嗬。放心，我哋好注重客人嘅私隐，最紧要准时还钱。点啊，女，挂住我啊？钱我已经准备好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睇住你离开香港，我先至会交啲钱俾你。梗系冇问题啦。点解你会同叶少天喺埋一齐噶？究竟发生咩事？冇啊！因打俾佢，佢屋企喺侧边唔方便。少天啊，不过要快。阿爸，我转头翻嚟陪你啊。200万你玩嘢啊！我扑到尽噶啦，我借埋财仔先凑到100，再逼我都冇用噶啦。你系冇鬼用啊！好，我忙到你计，我赶住坐大飞。咩大飞啊？喂喂，你去边啊？我已经找到叶少天的把柄，你不用给钱他，见智福啊！我刚刚给了一些钱他，他说坐大飞走，但我怕他骗我，我现在去追回些钱。喂，七七，不要说大佬不醒你，我现在去泰国梳，有兴趣迟些过来，我们一起洗晒些钱。我啱啱俾咗啲錢佢，佢話坐大飛走，但我驚佢呃我，我而家去追翻啲錢。落車，好猛喎！你咪嗰日喺医院同我女喺埋一齐嗰个，估唔到你咁冇人性，连自己嘅女嘅钱你都抢。抢咩？我自己嘅女嘅钱啊！你都话佢系我女咯，老豆同女攞钱，有咩问题啊？大埔抢车伤人嗰单案，你根本就冇不在场证据。我就有证据证明你而家讲紧废，你边度嚟噶？你话系系，你打穿我阿爸个头，而家仲昏迷紧，你话我系边位啊？哦。邓成轩是你老豆，呢个自己人啦，定少少细侄啊？你同佢咩关系？你点解搞我？我同佢咩关系？点解？点解你唔翻去问下老豆啊？放低袋钱。哦。
Plus 全新英国独家月费组合，只限 WhatsApp 登记。想知更加多，快啲 scan 呢个 QR code 同我哋嘅同事联络啦。恶人纠缠不休，自身饱受威胁。呢个袋唔系钱嚟噶，阿爸。佢头部嘅伤势太严重，我哋已经尽咗力。叶少天喺边？落车。喺边？打穿我阿爸个头，而家仲昏迷紧。你话我系边位啊？你认真，你唔收你，我收你。铲除仇敌，系咪就可以解开心结，隐瞒？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条片呢？如果中意嘅话，就记得 like 同 share 呢条片就得噶啦。觉得唔够喉想 encore， 即刻订阅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啦。就连 TVB 其他剧集精华都任你睇，之后再喺呢个 channel 同大家见面。